有时候我们会在一成不变生活中逐渐枯萎，这时不妨考虑来南投水云桥，激发创意灵光一现。推荐傍晚时分前来，因为这里每逢夜晚，桥上绽放五彩跳动霓虹灯光，非常美丽。这是南投县第一座采用全太阳能夜间照明的桥宇，全长96公尺，宽3公尺的钢骨景观，常吸引往来人车驻足观赏。登上此桥观赏夕阳，眺望远处绿意山色，真是情侣之间约会的好地点，还能为彼此创造永难忘怀的美好回忆。